你买好酒？有啊，有喝酒。你喝多少？我喝两瓶啤酒。小罐，小罐，小罐，小罐的又不会超过你的胖。对啊。因为被抓过会怕。他会怕，你就不要酒驾啊。想说去买个东西吃。买什么东西？我还没买。看到你，要去哪里玩？我要去景点。就看要不要叫人家帮你买，怎么？不然现在外送都很方便啊。我原本是想要叫外送来，可是我又不想付，就不想想说。我觉得如果这样，因为这样被移送，你没有比较划算。车七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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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是超过零点二，然后中间有什么部分？你看一下，一千一百的，一千五的。